感动不能停止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，这一等就来临。权力开始狂奔，权力开始变身，权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权力开始奋战，权力开始瞄准，权力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把命运感动，不惜现在要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权力出界的那个我，停止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圣洁的爱情中无奈，但它分就让黑暗不复存在，尽管无限的力量就冲破困境，用神话把邪神的都击败。你还是把墨镜戴上吧，毕竟你现在比较红。你无所谓了，我从来没被认出来过。其实别人根本就不care你周围的人是谁。您可不要看那些女明星总是在机场被拍的，而且被拍的又美又时尚，好多都是公司安排的了。我觉得你还是戴上比较好。不会的，真的不会被认出来。我挖鼻孔又没关系，不信我挖给你看。田径石啊，真的是田径石啊！我是你的粉丝啊！本人真的好帅，给你点点点。哎，田径石，哎，我想你了。是谁？你不知道，我感觉满大街的人都在追我，跑得我孩子都快生出来了。你不知道你现在很红吗？我以前也觉得自己很红，可是从来没被认出来过。你以前是出车祸上过两次热搜，现在挖个鼻孔都能上热搜啊？上热搜了？嗯。啊！我干嘛首先去挖鼻孔？被我妈和外公看到，一定气死了。既然抽破了万岁你，侵犯了肖像权，可以告吗？名义上可以告，但是那样会让大小姐招黑。招黑？对，大小姐现在挖鼻孔，吃的脸上脏兮兮的，大家感觉她非常接地气，没有距离，不做作，好感度非常高。招黑就是惹人反感。你有人说有人喜欢这个样子？在我看来，这张照片照得非常可爱。是蛮可爱的，你说像小花猫。不如给大小姐接一个猫粮广告吧。这种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就可以了。好，投资会议定好了时间通知我。啊，晚宴前有15分钟空闲时间，就约他到酒店天台的咖啡厅吧。好，就这样。我没有迟到。是我早到了。你工作很忙吗？进入到一个新行业，总要先忙一阵子。跟我的外甥女相处的怎么样？很好，除了在商场被人追着跑以外。我想，你也应该不喜欢这种在马路上被大家认出来的感觉吧？如果不是现在隐藏身份的话，其实还不错。啊，那有机会你也去做明星吧，我给你当经纪人。好。江一恒还没到吗？调查数据表明，越是离公司近的员工，越容易迟到。江一恒，出来了。
超级人的词典里早就没有了生命这个词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徐灵娇和天晴池因为交换了血液而有了繁衍的先例，正好实验室存有组织其他成员的血液样本，我就试着做了一个实验。我想看看两个超级人的血液混合在一起究竟会变成什么样。我拿了一只同类的血液注射到了自己的血管里，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样，像是回到了基因图面前得了重感冒一样的症状，头痛、咳嗽、全身乏力，简直是胡来！你怎么能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啊？老大，我叫白鼠嘛，没关系，等过段时间代谢掉就没事了。而且通过这次实验，我们也找到了一种在常温下制约超级人类的方法。那如果田静之需要你怎么办？我留了营养针在他家，徐灵巧可以自己帮忙注射。以后千万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。放心吧，咱们先聊正事吧。丁田那边的事儿处理得如何？我让江一恒匿名给警察提供了线索，他们已经找到了我准备好的食品。对，没错，昨天下午3-4点钟在德阳路坡子巷见过，和你们公布的失踪者的照片很像。丁田一个月前确实从那里走过，我只是入侵了两个系统，替换了食品。应对方案做得不错。发现丁田是基因突变人之后，李延之反而没有那么着急了，因为他知道丁田不会死，视频正加强了他的这个想法，他暂时应该不会纠缠下去了。你指的不纠缠，只是丁田的案子吧？山洞杀人案，李延之虽然也怀疑基因突变人，但没有线索。我们这边有什么发现？没有，目前只能静观其变。老大，这个李延之太麻烦了，我们干脆把他杀了算了。你去杀吗？好主意。田静之怀孕后期的方案，你已经想好了吗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怀了5胞胎呢。一个。只有一个心跳。男孩还是女孩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对了。你又没有透视眼，现在这种情况一个已经够了，要真是龙凤胎，我大概要在嘴巴上安个漏斗，你不停地往里倒数。听起来像只蟾蜍。你才是癞蛤蟆呢，我明明是天鹅。也不知道海绵第一次约会怎么样了。你不开心吗？不开心的话，这次约会就不算。凭什么呀？就不算。我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今天约会的主题是玩儿。玩儿？要玩儿，你应该玩点刺激的。刺激的？别接我身上！
大乔哥，你们逛超市的时候，我去游乐园看了，云真哥有在好好约会。哦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云真的姻缘来了？他跟叶美笑了结完恩怨，就不用住在我那里了。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之后，小心思变多了。这是褒奖吗？你自己猜。亲爱的乘客们，到家了。Surprise！ 你在干什么？大事了，田小姐和大乔哥被伯父伯母抓了个现行。抓现行？他们俩干什么了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是被堵在了车里，瓮中捉鳖。在车里？哎，也不是了。伯母说，要是再见到大乔哥，就打断他的腿。薛林乔的腿是打不断的。伯父伯母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大乔就是因为得了绝症，才默默地跟我分手。他离开我之后，对我日夜思念，不能自已，所以才要选择住在对面，守护着我。余生，妹妹太可怜了。小燕得了绝症，大乔现在又得了绝症。她可怜什么呀？如果是以前呢，倒霉是她自己，现在倒好，谈一个克一个。是啊，是啊。小燕当初要是接受了我的求婚，早就死翘翘了。妹妹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这种事，谁都不想的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妹妹就孤独终老了。孤独终老就孤独终老吧，这没去祸害别人，也算是积德了。大乔，这种事情你应该先告诉我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朋友圈里面有不少治疗绝症的文章，回头我发给你。伯父，爸，大乔就是怕你们太过伤心，才特别交代我不要告诉你们的。让他安安静静的走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。太孝顺了，老婆，我们今天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你看看他们两个。逢凶化吉，老天保佑，逢凶化吉。这下我在伯父伯母那里的信用都要透支了。
出来了。到底谁的腿被打断了呀？老田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，我让冯东东送你们回去好了。没事，爸坚强得很。搞什么 surprise？ 吓得我孩子都快生出来了。小妖怪，这个故事可是我准备了很久的应急语啊，快夸夸我吧。绝症不好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怎么了？生气啊？为什么要编一个这样的故事？我演的偶像剧都是这么编的呀，虽然是有点狗血，但很有效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圆回去？不需要圆啊，反正一年半载后你就走了，就当病逝了呗。奥斯卡还差远了，金鸡百花还可以，我不就高兴吗？什么烂故事啊！亏你女儿想得出来。哎呀，妹妹不就担心你打断大乔的腿吗？他们两个还是有感情的嘛。你看，大乔主动搬到隔壁，不就是为了复合吗？只是在复合之前，他们两个人有点小害羞，所以就不告诉我们了。你看啊，现在他们已经逛上超市了，离我们抱孙带孙还远吗？要不是看你对薛灵乔这个女婿很满意的话，我真的会动手。老婆大人英明。哎呀，不过看着一个月小侄的心情都不错啊。我也懒得管了，随他们去吧。对，妹妹开心很重要。一看就是亲妈呀！啊，你该减肥了。就这样吧，中奖。周静静，50000；陈思香，78000；赵慧雅，5000。我就值5000，还有最近的一个没有记下来，狐狸810。810，我问他多少钱才愿意离开你，他看中了我戴着的一副耳环，原价900买的，90000。你念的这些都是我的女朋友们？是前女友。你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吗？这么多人怎么记得住？我叫什么？叶美笑啊。果然，我在你心里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你记住这些，不会是想让我把钱还给你吧？我可没有让你去当三才童子啊。冰淇淋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我们就继续。马步，这儿悠闲的相遇，马。
小鹿乱撞的忧郁，辗转还没决定。每天开心升温提取，默契在继续。不可以，不相信。不好意思啊，李警官，路上有点堵车。啊，没事。是方晓有消息了吗？我们很想尽快找到他，因为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们还想跟你多了解一些情况。哦，请说。我看过之前的笔录，你说方晓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。嗯，是方晓对我说的，他爸爸好赌，和他妈妈经常吵架，吵得很凶，家里经常举债。他觉得他妈妈很可怜，所以一直想让他们离婚。你对方晓工作方面的事了解吗？嗯，我只知道他之前在一家大集团里面做秘书，工资待遇都很好，但大部分的钱都寄给了家里，他住的公寓也是租的。方晓在失踪前有没有跟你约定过什么，比如一起去旅行或者碰面什么的？好像没有。他真的太沉得住气了，我早应该发现他生病了的。他有问你借过钱吗？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他之前有问我要过一张银行卡。银行卡？上个月我表弟车祸去世了，方晓他就问我要过一张他没有用的银行卡和密码。我问他要做什么，他说想往里面存点钱给他妈妈用，但又不想让他爸爸知道。卡号你那还有吗？有。小燕要是有你一样的大脑，就得改名叫里尔摩斯了。没想到偷本书还能被你发现怀孕的事。李燕芝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通过李燕芝自愈事件找到徐林桥的，对他之前破获的红石光案件也有些了解。对对对，你跟我说过了。嗯。怀孕之后，我这记性真是越来越不好。你最近感觉怎么样？嗯，还是很容易累。原本打算今天晚上做2个小时直播的，结果做了半个小时就头晕，只能尿遁啦。江一恒跟你研制的营养针还有在注射吗？嗯，邻居大哥一直都准时准点，想当爸爸的心都快飞出来了。呜吼！哦，江医生最近怎么都没来？是在研究什么新方案吗？最终能保住超级宝宝的方案，我能想到的就是这种。田径植虽然大量摄取食物，但身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是无法突破的瓶颈，就像一根自来水管，放满浴缸水没有问题，它
他放满一整个泳池，根本等不及。我同意你的最终方案，我愿意接受。你不要勉强，我们可以联系组织内其他女性成员来帮忙。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我，换其他人田静芝是不会同意的。江一恒，田静芝的营养针还能维持多久？不能仅仅是维持下去，我们必须让胎儿快速发育。那田静芝岂不是更承受不来？就是要让她承受不来。我们的最终方案不能等太久，否则你的风险也会加大。那小芝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老大，我也不敢保证。但像现在这样维持，也不过是温水煮青蛙，对田静芝更不利。你想到让胎儿快速发育的方法了？什么？你说邻居大哥的血对小福星的发育有帮助？超级人类的血液有超强的治愈作用，本身就是非常好的营养剂。再加上薛灵乔是孩子的父亲，也不会产生排异反应。可是，这不太好吧？我知道你们超级人类只有舌尖可以自己控制愈合速度。没错。我和邻居大哥已经分手了。所以呢？之前在车祸现场救你是紧急情况，所以直接以舌尖威胁。在你们后来的相处中，不会一直是这样的吧？只怪当初年少不懂事，上了老司机的车。理论上来说，那点血根本就不够用，需要用针管摄取一定剂量才可以。对啊。当初老司机救小燕的时候用的就是针管啊，那我就放心了，针管还是个不错的发明。我这怀孕之后脑子有点转不过来。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营养尽在对面邻居处。我之前也想过这个方法，只是不敢轻易尝试。妖怪之力就是不一样，我现在整个人都精神焕发，好像找人打一场拳击。小心点儿。你说我能不能像个超人一样飞起来？我都说了要小心点。有你在，我就不怕。不要什么？
什么要紧的事让你到这里来找我？的确是要紧的事，我本应该带你回警局问话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，所以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。如实回答你什么？你怎么？怎么？我来我自己的跆拳道母校不行吗？小燕弟弟，你到底看上薛灵乔哪一点啊？还怕我知道，特地跑到这里来私会，搞得好像我在抓小三一样。说你的正事吧。说吧，没关系。徐灵乔，你为什么给方晓汇了100万？啊？你堂堂一个妖怪，竟然被一个柔弱的女子勒索了100万，像话吗？传出去，整个妖怪界都要笑在大牙了，好不好？原来你之前一直偷拆我快递，是因为这个呀？我不想你因为这种事忧心，即使现在你知道了，也不要操心，我会解决的。你只要照顾好自己和小福星就可以了。明白，这是当前首要任务。可是我还是气不过呀，那个方晓，即使是知道自己得绝症了，想要给妈妈留一笔钱，也不能用这种无耻的手段啊！一个秘书铤而走险，匿名发快递，并去世着银行卡，想了那么多办法，最后却突然失踪了，这大概就是神之手吧。这件事情实在太巧合了，你说小燕会相信你吗？只不过是一种。